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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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能遭遇。百千万劫能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上个星期咧，我哋差唔多解释嗰啲弟子问疾品咧，差唔多最尾咁滞噶啦。咁就讲到咧，佛陀就叫一个叫善德长者子啊，亦都系一啲富二代啊，当年嘅有钱人嘅仔。阿善德啊，你代表我哋去维摩诘居士嗰度问疾咧。咁善德一听到咧就话：世尊啊，我都冇资格，不能够代表大家咧。向呢個維摩訣居士咧去問病嘅，點解咧？咁佢話：憶念我識，我以往有一次喺父親嘅屋企設大布施嘅法會啊，哇！一個布施嘅聚會啊，供養一切沙門婆羅門啊，一切所有出家人，當時印度好多種種嘅宗教，所有出家嘅修行人，我都供。及諸外道啊，唔係淨係佛教，所有修行人我都供養佢哋嗰啲啊最下貧賤、孤獨、乞人啊嗰啲乞士啊，期滿七日，用七日嘅時間令到佢哋得温飽、得衣服、得卧具啊，樣樣嘢咁啊利益佢哋。點知完咗之後咧？維摩訣居士咧就入嚟我個大會當中咧，就同我講咯。佢話：喂，阿公子，阿善德公子，佢話你呢個咁嘅布施大會咧，其實都唔係好如法喎，嚇，不當如預所設，唔似係你辦嘅喎，咁嚇。佢話我呢個供養有需要嘅人或者最下賤之人咁。如來都咁教我噶啦，點解唔啱我供養咧？咁佢話：當為法師之會，你應該要啊布施一種法味嘅大會，就係啱你啦。因為點解？你發咗，你曾經發過菩提心，又誓願行菩薩道，你淨係布施啲咁嘅衣食卧具啊，啲物身外之物，你倒不如要布施修行之法。仲好啦，佢話何用是財師會為，使乜布施呢啲咁嘅物件咧？而且你嚟嗰啲人個個都唔貪呢啲物件嘅，你攞呢啲物件咧，即係好似點講咧，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啊！我都唔係要呢啲嘢嚟。但係如果你嗰呢七日咧，你用佛法嚟到去布施咧，哇不得了啦！咁當時我就覺得奇怪啦，我就話居士啊，阿維摩居士。咁你請指教下我，何為法師之會？咁咩叫法師之會？應該點辦先啱咧？啊，咁好謙虛啊，問一問佢。啊，呢個一問，呢個回答得人驚啦，係嘛？佢話：哦，法師之會者，好簡單啫，冇前冇後，你唔使理佢幾時嘅，使乜理佢七日為期啫？噶係咪？早過七日都得噶，遲過七日都得噶，即係冇時間嘅，一時供養一切眾生。記住。原來呢個法師之會係等於佢呢一生以及日後生生世世都可以咁做噶，係咩啊？供養一切眾生，是名法師之會啊！法師之會唔使期限噶，係咪咁啊？即係個菩薩宏法有冇期限嘅？冇啊！一個菩薩行法布施有冇期限嘅？冇噶嘛！佢話唔使嘅。佢話若何為也？即係點解咧？咁啊？佢為以菩提起於慈心，佢話咧一切嘅求無上正等正覺呢個念頭，全部係起於一念嘅慈愛之心。冇眾生你就冇道生，冇道生之念啱唔啱啊？你冇道生之念，你就唔會發成無上正等正覺。咁你諗下呢個正覺菩提係咪起於慈心？菩提呢個無上正等正覺係咪起於眾生？
你冇眾生，你唔去救眾生，你係唔會成佛嘅。啊，留意一下呢、這個，以成人就以解脱為究竟，冇度眾生，所以發唔起菩提心。啊，所以呢啲大成嘅經啊，全部以菩提心為因，這個最重要嘅，以救眾生起大悲。所以菩提起於慈心，以救眾生起於大悲，以慈正法起於喜心。嗱，慈悲喜捨咯，啊，以攝智慧行於捨心，捨咩？捨一切妄相，捨一切幻象，捨一切妄意妄執。咁慈者就生正覺，悲者就度眾生，喜者就能夠擁護正法，教化眾生，捨者就以智慧行，就捨棄一切世間嘅妄相，係咪咁解？慈悲喜捨就已經講咗咗，嗱呢啲就係法師啦，呢啲就法會啦，你應該教化呢啲人咁樣做嘛，教化人慈悲喜捨嘛，以攝慳貪起檀波羅蜜，用布施波羅蜜嚟止慳貪，啊，以犯化犯戒起施羅波羅蜜，啊，犯化現犯戒，即係菩薩故意犯戒，跟住持戒，嗱咁行翻正咯，就。以身作則係咪同時啊？攝化眾生就起出生起咗一個叫持戒波羅蜜，施波羅蜜，即係或者叫施羅波羅蜜，即係持戒咁解啫。以無我法起產提波羅蜜，產提者忍辱也，雖遇逆境不生煩惱。點解不生煩惱啊？都無我，邊個係我啊？過去嘅我啊？今日嘅我啊？聽日嘅我啊？我還現在這個世間，還現出有種種的逆緣而已。如果我染世間，我當然起煩惱了嘛，是不是呢？好像金剛經講歌利王節節之解這個隱欲仙人，他說如果當時我有人相眾生相，有我人眾生受者四相，我即生憎恨，是吧？但為什麼我當時不生憎恨呢？因為當時我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所以我不會生憎恨，意味著以無我法能修隱欲咯。这个隐欲遇逆境而不受干扰，以离身心上起毗梨耶波罗蜜，毗梨耶者精进也。离身心上，本来我们凡夫的精进就是说 起心动念嘛，跟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嘛，不是精进修行，是吧？但是这种精进是不是染的，是不是执的？但是以智慧的人来看呢，这个精进是叫不失波耶。什麼叫不失波耶？叫平等精進，無論遇到正法邪法、善法惡法，皆知如幻，當眾不計較的。嗱，呢種佢精唔精進持波耶啊？係咪持波耶好精進啊？不失波耶啊嘛，不失你話係咪好精進咯？因為不失波耶，所以等觀一切法離身心上，因為知過去、現在、將來。三心不可得，以菩提相起禅波罗蜜，菩提者正觉，禅者染着世间，转变染达到净呢个过程叫做禅，叫止，叫做净，所以一定要有污糟先可以止，有染着先可以嚟到离染，先有禅嘅，啱唔啱？如果冇污糟，有冇禅嘅咧？冇嘅，但系有污糟。我哋染緊污糟，而家我要達到清淨，呢、這個過程先叫禪啊嘛。所以禪者就起咗一個叫做菩提正覺之相。咁我咪有一個分別嘅對比。菩提即係話我哋嘅知覺無染一切環境，染著就即係話我哋嘅菩提自性合咗世間嘅塵露，係嘛？所以因為禪定就產生正覺之相啦，咁解。以一切智起波耶波罗蜜，咁啊波耶波罗蜜，于是乎能够通达一切智。呢、這个一切智点解叫一切智咁巴闭咧？佢唔系话通达一切智嘅原理，佢系知一切相是假，系咪用一切两个字啊？我知一切相皆是妄，呢种智慧叫唔叫一切智啊？好简单嘅啫嘛，哇，好似好心罗万丈，且原来一出就冇咗噶。哇！呢、這個銀河系，哇！喺、這、呢個太陽系，哇！呢啲星體，哇！呢、這個天堂，哇！呢、這個地獄，哇！呢、這個佛國，一陣間又冇咗咯。哦，我知呢種現象
是無常相。咁我呢種智係咪叫波嘢？留意一下先喎。所以一切智係指知三世如夢幻的智慧咁解。因為波嘢波羅蜜能生一切智，教化眾生而起於空。這個呢，上次一路講解過呢度嘅，呢啲已經係覆翻上一次嘅內容嘅啫。佢話呢個法師之會，主要是要教化一切有緣眾生，生起一種空寂的實相觀念，起於空，空本身能夠包容一切眾生，亦包容一切教化眾生的現象，不捨有為法而起無相，示現受生而起無作。上次我就這樣解釋的世間法是吧？出世法是吧？大乘法是怎樣的？世出世間是不是兩樣東西加埋的？留意一下，如果只是講世間法，我救眾生慈悲喜捨五戒十善，這叫有為法，對吧？生滅法的，這個叫無為法，這個靈性解脫，精神染空，凡夫捨空取色，是不是世間法呢？我們叫人天福報，執境當真，愚人迷染神世間的異乘人，捨色取空，出家入空門求解脫，是不是覺悟解脫？是不是心都有取捨的？嗱，咁叫做易邊，但係一講到大乘咧，不取不捨嘅，啊呢下難啦。所以呢啲法咧，所謂個法師會咧，係教化凡夫乃至異乘嘅人，點樣喺大乘嘅實相本體當中識空圓融，既係空，佢亦係識喎。佢雖然係識，佢同樣係空喎。啊咁解，既係世間造作一切嘅萬事萬物，現出種種的慈悲喜捨六波羅蜜乃至波野之上，乃至正覺之上，但是永遠至三世如夢如幻，兩種功德同時具足的，大家明白嗎？所以難就是難在這裡。所以他說不捨有為，是不是這個？而起無相，是不是這個？ 你一定要明白這兩件事，你才明白這句。所有菩薩永遠不捨有為的，過去、現在、將來，宏願遍滿虛空，誓救一切眾生聞聲救苦，使令成佛，乃至有一眾生未成佛者，我終不成正覺，對不對？無數菩薩都是不盡有為的，對不對？但是無數菩薩都知道三世是假的，對不對？要有兩樣東西一起同時期做，這個名為真正的大乘妙法。他說這個法會應該要這樣教人，不捨有為法而起無相，按起這個起無相應該說是而現無相就好了。無相即是無作，對不對？所有作皆是演戲，空中花水中月幻化而已，示現受生，這不是現受生而起無作，是這樣一樣了，色空圓融的，護持正法，守護正法，起種種方便力，以度眾生，以度眾生起四攝法，護持正法，在一切世間當中，我要守護正法，現種種的方便之力，令眾生分清什麼叫做正邪之法，以度眾生起四攝法，即是以四攝法來度眾生，這解啫。四攝法就布施、愛、與、離、行同時啦，以經示一切起除萬法。我哋染著世間嘅人，一染咗我相咧，就好容易就我高你低，我啱你錯，我大你小，梗係噶。一染世間嘅人就會咁，咁要點樣去除嘅？調轉頭啦，永遠啲人大過你嘅，哦，恭敬。所以我哋學佛嘅人個個都叫師兄，唔係喂，佢你學佛早過佢喎，係啊，叫師兄啱噶啦，啱唔啱啊？唔係喎，你講緊經喎，佢哋嚟聽經，梗係啦，嗰啲未來佛嚟啊嘛。啱唔啱？未來佛聽我講佛法咁解嘅啫嘛。你永遠以人越尊敬人行先咧，啱啦。敬事起一切，敬事一切起除萬法，於生命財，生命財起三堅法。上次亦都解釋過啦，身體
我哋嘅人生，我哋嘅智慧財寶，做咩啊？堅固佢。意思就係話，令到我哋嘅身體壽命長遠、福樂綿遠，我哋嘅人生嘅命途康莊大道，啱唔啱啊？我哋令眾生啊能夠登上啊永遠離苦得樂個結果，我哋嘅財寶，我哋嘅發財，即係發嘅財寶無量無邊。你睇邊個如來唔係嘅？邊個佛國土唔係？邊個菩薩唔係呢種？啱唔啱啊？三堅固。做咩攞嚟利樂眾生？如果冇眾生，我使唔使叫生命財咧？唔使啊！生命財為邊個而有噶？為眾生而有噶，啱啦！不單止有，仲要堅固佢。古婆羅門教咧，婆羅門啊，佢將個庵字咧當咗三 further 三種知識啊，叫三維陀解釋。點樣叫解釋啊？第一，呢個庵字咧。摧滅一切宇宙虛空的所有罪惡暴戾的東西，全部摧毀它的。第二，建立一切永久的祥和美滿。第三，一路直至永恆永遠。這個就是佛的法報應，法報應身的微妙功德。所有應身都是摧滅一切罪惡暴戾的，對不對？然後建立一切美好祥和的，法身是不生不滅的，它裏面有很多共通的地點的。好了，意思就是說在生命財當中能夠生起堅固於六念法門。六念即是念佛、念法、念戒、念思、念天，佛、法、僧、戒、思、天，起什麼？起思念法。換句話來說，我們每天日常生活行住坐卧舉心動念都跟這六樣東西 接觸的。如果我們一離開這六樣東西，就好像唞不到氣了，好似魚魚離開水，魚可唔可以離開水？唔得嘅，即係我哋嘅人生當中未學佛之前，咩叫佛唔知，咩叫佛法啊？話知佢啊，咩叫僧啊？唔好搞我，我賭錢唔好同我講個僧人啊，會有啲人好忌噶嘛，係咪啊？咩師喎，布施唔好遇我，念戒我唔戒嘅，係嘛？念天話知佢啦。留意一下，如果我哋一學佛嘅人咧，你成日念勤念六樣嘢。念佛，日日夜夜與佛相現，啱唔啱啊？我成日都話快啲加咗佛陀咧，或者十方諸佛、十方菩薩嘅 WhatsApp 先，啊微信先，日日都同佢傾下偈先啦 ，send 啊 hello 咁都好啊嘛，係嘛？早晨咁都好啊，係嘛？多啲同佢溝通，你就會發覺佢存在噶啦。啊，念佛，念下佢教過啲咩嘢法俾我哋，念下有邊啲珍寶為我哋講解佛法嘅，令我哋清楚嘅。我們記憶回他的說話，如來要我們注意什麼，我們去改戒，我們多念多念一下，我們人生當中可以除起一切善犯功德，幫多些人，幫到人的不論色。我們經常都想與天合，天自然之道，天的特性就是眾善聚居的地方，我們與天時時都憶念，有福德的人常念天的。所以古代呢啲君主呢，不理中外古今，你一出世冇幾耐你就會識拜個天的，同個天呢息息相關的，是真的。有福德的人，因為下生人間如果有福的人呢，又為帝王不失大利，所以天所有皇帝呢都叫做天子。中國人咪叫皇帝做天子，就是天人的愛子，咁解佢離於天，所以我哋同天呢係有關係的。所以一個修行人常念六樣嘢，佛法僧戒思天。好啦，於六和敬起則直心，唔係講做嘅，真係啊，真係呢個身口意戒見離，我待人接物一定心存和敬，尊敬對方嘅。正行善法起於正明啊，即係話我所有嘅行為端正。所做的法一定正確，一定是善。還有正明，即是說不溝集邪命，不要騙人、欺騙別人、剝奪別人的利益，活自邪命。不是，我們正明很乾淨的。以及我們的人生當中觀三世如幻，心無掛礙，心清心靜歡喜，心靜歡喜，喜近言勝。
你的心一清淨，自然對佛法好歡喜，對正法好歡喜，你就好喜歡親近啲善知識，不憎惡人起調伏心。菩薩喺世間唔憎惡人，佛教好多比丘二乘人對於惡性人係點啊？密賓遠離，啱唔啱啊？遠離，但係菩薩對惡人咧，佢唔會冒，唔會去攀緣，亂冒。但是絕對不討厭他，為什麼呢？大家知不知道？因為他的願力驅使，他願是做什麼？做惡人他如果做善人，在極樂國土或者被善人做，對不對？來這個五族惡世人做什麼人呢？當然是惡人，來得到他不爭的，對不對？你明白嗎？好像那些消防員呢，他不喜歡火，但他怕不怕火？他不怕的，是有火他才去的，對不對？所以他不爭，他調伏心，一見到那些惡人他不單止不爭，怎麼搞定你先？想想計算，很過癮的，好像不關他事，他都拿上身那種，就是這樣了。以出家法起於心心，好了，以出家法是不是解脫了？起於心心的意思是什麼？心心者心是不是很大的意思？即是說以出家人的清淨而起於大乘菩薩行的意思。心心者不是淺心，不是自了，心心者是要度一切眾，以出家法而起大乘菩提心的意思。如說行起於多聞，他說呢，你只要你能夠秉承你道生，去秉承你道生呢種行為，你就一定會點啊？廣學多聞。點解你要廣學多聞啊？因為你唔夠用咯，係嘛？好似我哋出嚟做嘢，啲人話讀書啦，讀多啲書啦咁。我成日覺得佢哋讀得書多，你都未必用得到。你真正用得到嗰個係你第一份工，你轉咗工你又要重新學過噶啦。唔信你試下，你轉一份工你就學一樣嘢。原來呢，我們是有需要才學的，你不需要你不學的，對不對？你試試去到一間紙廠，你現在才知道做紙，不懂的，你看過做紙的機器，那你就學了，他逼著你學的，對不對？所以如果你要度眾生，你一度眾生的時候你要學了，喂，我教他不行，我怎樣度他呢？你就要參考很多佛法，聽下其他人說，對不對？你的廣學多聞在於什麼？在於實踐，就不是紙上談兵的意思。如說行，這個如說行的定義就是說，你必須是 講得出做得到，你就會生起種種廣學多聞的慾念的了，這意思。以無爭法起空閒處，空閒處的作用是什麼呢？空閒不是享福在那裡嘆，而是離爭眾，爭眾應該說什麼叫爭眾？在我們的念頭當中有正就會有反，對不對？有啱就會有錯，有多就會有少，將呢兩種嘅對爭完全熄滅，咁即係猶如處於空閒之處，解脱咁解。你個腦係咪即刻清淨？但係如果我喺空閒處，我諗好多是是非非啊，啱定唔啱啊，係咪好亂咧？即係唔空閒啦。意思就係話，以無爭法，冇對眾嘅。冇增眾嘅，所以無增三昧，離一切增眾嘅念頭，者就達到空閒三昧處啦。趨向佛位起於現座，即係話我嘅現座唔係為二乘解脱，唔係住無為而為，唔係要擔著禪味，唔係要天人合一，唔係我嘅現座身心無染，起於咩啊？佛位。我要得正佛的無上正等正覺，不同了，為求佛位修於現座，不是為求解脫，為求覺悟，為求禪味，為求境界，為求神通，修於禪定，不是，有不同的，趣向就是說心很喜歡向著如來的智慧，咁解
解眾生綁，起修行地。你的一切修行不是以自己為中心，為解救一切眾生，被業力纏縛，被煩惱纏縛，被妄想纏縛，被執著纏縛，被無明纏縛，於是乎你行於世間種種修行，為化度眾生故。咁解依句相好及正佛土起起福德業，所有菩薩都是正法國土，他不是為自己的，他幫助十方如來在他們一切世間當中廣度眾生，都是直驗證佛的國土。怎樣才可以驗證佛的國土呢？令一切眾生的心正，令一切眾生的行為行業正，所有惡業斷除，三惡道報自然沒有了，所有善業增長，天界一一福樂自然成就了。一一菩薩能夠解脫覺悟，一一都成蓮花胎的了。好了，一一菩薩能夠化度十方，就一一菩薩都能夠攝取佛國，成就三十以上八十隨形好的圓滿佛身。所以所有都是具足相好以及正佛國土，離修種種的福德之業，知一切眾生心念。這個法會，這個大法師會，就要令到在會的人能夠知一切眾生心所念，知道他什麼根基，知道他喜歡什麼，如應說法，起於自業，令到為他說法，令到他生起產生一切種子的種種業力前因。這些法門呢，就是跟我們說過無量義經的無量義是不是一樣？有八萬菩薩以大莊嚴菩薩為首，異口同聲問釋迦牟尼佛，學我等菩薩想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什麼法？大家還記不記得無量義經怎麼說？有一法門叫什麼名字？名無量義，能令菩薩摩诃薩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吧？這一法從哪裡生的？從無相，對不對？無相是不是即自性覺悟？只有自性覺悟才顯現到無相，對不對？我們的自性染著世間，不是有我相，過去的我、今天的我、明天的我，是不是有我的神識？過去的神識、今天的神識、明天的神識，對不對？但這個神識是源自什麼？是不是源於知覺？這個眾生有沒有知覺？這個眾生有沒有知覺？這個眾生有沒有知覺？但是這些知覺是沒有生過亦不會滅的，不過染著的就染了這個是我的神識，這個是我的神識，這個是另外一個神識，對不對？見三心，妄見三心，有沒有相？這個這樣有沒有相？如果我知道這個沒有，這個都沒有，這個都沒有，原來沒有一切相皆是虛幻，我這個心雖然現這個相，但是不執這個相，不執這個神識，連這個神識都不執的，留意一下先，是不是見可不可以名為無相？做到這樣就叫無相了。我未做到，但我知道，那你就是知道什麼叫做無相了，是不是很清楚？我知道已經 不簡單，我未做到而已，我知道了嘛。所以這個就是，如果在當中能夠無量義者安住一法，此一法名為無相，一定要以這個波野的本體作為我們的基礎，對不對？但是因為眾生無量，眾生是不是特性不同，愛欲不同？有沒有量的？眾生的性欲無量，所以菩薩要度他們，菩薩的說法舉例是不是無量？說法無量，說法無量，義理有沒有量？義理有無量，是吧？那就名為無量義。留意一下，如果菩薩能夠離一切相，合住一切眾生的喜惡，隨順眾生的性欲、特性、愛欲，然後圓滿他們的慾望，說出種種的法，到最後能夠令一切眾生覺悟成佛，
嗱，呢啲法門能令一切菩薩摩诃薩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唔記得啊？無量義係咪講緊呢樣嘢？好，套翻落呢句，知一切眾生心念，係咪聖欲無量啊？如應説法，係咪啊？相應住佢咪意欲無量啊？起於智業，令佢哋達到智業，係咪呢種法都係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啊？是不是一樣的？所以法法通的，一通大成，什麼法都通了。這本經、那本經、金剛經、妙法蓮花經、圓覺經、等等這些經，全部都是講的這些法，大成妙法。上個禮拜就講到這裡，花了一點時間復一復先，因為怕接下去未必跟得回。好，繼續來了，知一切法不取不捨，我知一切法，我有没有舍过一切法？我不舍得的，我要拿来用来度众生的嘛，对不对？ 我知道一切法，见到这个就讲这些法，见到这个就见这个法，是吧？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是不是？当然是这样的，但是个目的都令他成佛的。但我会不会取这个相啊？我会不会取这些法呢？这些法拿来做什么？拿来用的嘛，对不对？大富翁来的嘛。要幾多話？300萬啊，攞嚟咯，咁樣咪攞嚟用嘅啫嘛。但我會唔會當呢啲錢係真嘅？明白？不取，我唔攞嘅。但我有冇寫過？唔寫，我攞嚟用嘅喎。入一切相門，起於慧業。我能夠入一切相，但我有冇失過波嘢啊？呢個起於慧業，慧業就波嘢智慧。波嘢智慧嘅特點係咩啊？永遠照破三世是幻化，一切有為化，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我又用這種心，用這種智，能夠恆順一切眾生，恆順一切法，留意一下，入於一切相，起於慧業，斷一切煩惱。有沒有煩惱可以干擾我？但我未得啊，正常啊，这个剧本去到这里当然未得啦，有什么理由嘣一声变成就得了呢？那未得就未得啦，做好它就得啦，对不对？喂，我得了了，那就正常啊，你这么经过这么多就当然得了嘛，是不是？那得又如何呢？又过了了，哦，是的，断一切烦恼，一切障碍，一切不善法，斷一切煩惱，起於慧業，斷一切煩惱，一切障礙，一切不善法，而起一切善業，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嗱，呢句嘢好複雜喎。佢話當嗱呢個法師之會咧，如果你能夠教到一個菩薩面對一切障礙，一切障礙喎，好多嘢擋 block 住你喎，一切不善法。哇！困擾你在當中，全部都是惡業嚟嘅。因為一切障礙，於是乎你諗通咗一切解決障礙的方法，啱唔啱？因為一切不善之法，於是乎你能夠諗到一切能夠力改變佢哋行善之法。好似《地藏經》講：一王法願先成佛，後度眾生；二王法願就先度眾生，後成佛，係嘛？咁我咪見到啲。見到其國人民多做眾惡啊，完全是一切障礙不善之法啦。嗱，呢兩個咧就啟動到呢兩個人嘅心啦，將一切不善之法、一切障礙改變成為一切善業，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係咪咁解？因為見到啲一切障礙啦，見到啲不善之法咧，於是乎就刺激到自己要揾到一切解決佢哋嘅方法。同埋要解決，要得到一切智慧嘅呢個結果，係咪咁解？同唔同釋迦牟尼佛一樣啊？嚟到呢個世間，開四門遊四門，係咪睇到生老病死苦啊？係咪不善啊？係咪障礙啊？哎呀，係咪耿耿於懷啊？咁起咩啊？起一切善業，我點樣可以令到一切眾生嚟生老病死咧？嚇點啊？有個一切種子啊，成佛啊，覺悟啊，我都要覺悟，係咪咁啊？是不是因為見到這些障礙
見到呢不善之法，而刺激自己揾到正確嘅方法啦。嗱，呢啲咪修行法咯。嗱，留意一下先啦。佢話呢個法師之會應該教菩薩修呢啲法啊嘛。嗱，幾聰明嚇呢個。佢係起於一切助佛道法，從而生起一切助佛。好清楚咯。菩薩是否生於一佛土？生於一佛土是否在一如來？所以釋迦如來的國土，所有其他世界的人來都是要依釋迦牟尼佛的教法去教，教法那個世界的眾生，對不對？我到你極樂國土，你都是依阿彌陀佛的法門教法極樂國土的眾生，對不對？一樣，助佛去轉法輪，起於一切助佛道法，助佛的道，即是道路方法咁解。於是善男子是為法師之會，係啊，善德公子，嗱呢個就係我所講嘅法師之會嘅內容。你應該去講呢啲啊嘛，你俾埋嗰啲咁嘅衣食卧具有乜用啊？佢哋都唔要。你話如果你七日，你唔好講七日啦，你由一開始就布施呢啲啊，唔得了啊！若菩薩住是法師會者，如果有菩薩真的能夠住是法師之會者，住這裡住就是主持的意思，能夠組辦一個這樣的用法來到布施的大會呢，就真是大事主了，真是大壇月了，即是說真是法師了，亦為一切世間福田，亦是一切世間。你記住一件事，你就這樣給物件、食物、衣服，你是布施於他，解他一時的需要而已。但是你用這些大的微妙的大乘法去教化這些菩薩眾，這些菩薩是不是乘法？成佛是不是跟一切眾生有關？他成佛是不是一切眾生都會成佛？哇，是不是大施主啊？你布施這個法會，亦為一切世間的大福田，是不是所有人一參加過這個法會，所有世間的一切眾生都蒙福啊？大福田來的，世尊，這個善德公子，長者子就這樣說，唉，維摩訣說是法事，當時維摩訣居士跟我講這句說話，講這番說話的時候，婆羅門中當時有一班人來受供養的嘛，有二百多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跟著就哎呀，講得這麼好，我們都要學這些法，我們都要誓願成無上正等正覺菩成佛菩提，發了這個心，我時心得清淨。哇！我當時個心好好清靜，哇！聽到呢啲法咧，即係如飲甘露。咁你話呢個善德公子係咪菩薩種啊？咪只有菩薩種先聽到甘露咁喎，津津有味嘅喎，啱唔啱先啦？佢嘆未曾有，哇！點解講得咁好聽？又簡單又直接又清晰，清楚玲瓏喎，真係，哎呀，真係不得了！稽首禮為摩揭足，即刻頂禮，頭面頂禮呢個大事。哎呀，為摩揭啊，為摩揭，你真係菩薩在內啊，不可思議！即解璎珞，價值百千。哇，將自己戴緊嘅佩戴嘅璎珞咧，好貴嘅，價值百千嘅金錢，而上之上供養佢啊，不肯取。唔好揾啲咁嘅玩啦，善德公子，咁你揾啲咁嘢搞啊，咁唔肯要啊！我言居士，我就話居士你慈悲啊！哇，你呢番説法令我茅塞頓開，我以後都識得搞大法會啦！哇，你頭先講得真係好好，願必納受。嗱，無論如何，我好希望，我好希望你必須要，你一定要接受我，接納我，接受我呢個供養。好唔好啊？嚟，唔該你啊！你成就我啦！啊，嚟啊，毅啊！
隨意所欲，我只是隨便發生供養嘅咋、啊、你要咗佢啦，好普通嘅咋，你要咗佢啦咁解。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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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公子，哎，你咁客氣嘅，咁啊，維摩訣乃受英郎分作二分，分開兩份。佢話維摩訣啊，好好好，哎，好啦好啦，咁啊多謝先啦嚇，啊咁啊恭敬不如從命啊，要咗啦嚇，嗱、啊、將一份。此一份，施此會中，一醉下黑人，將其中一份咧就俾咗其中一個最窮、最窮、最窮嘅人，即係當時在會當中應供嘅呢班人當中啊，最窮嘅人。此一份奉彼蘭聖如來，喺呢度請大家輕輕 underline 呢個蘭聖。呢本經咧有幾笪地方係披露咗呢一個維摩訣居士嘅身份嘅，啊，咁其中呢個就係啦，佢攞一份奉彼，彼係邊個彼啊？他的咁解，邊個他啊？維摩訣居士，即係話分咗一份奉持維摩訣居士嗰一個蘭聖如來。一個另一個佛陀的名字，不是本師釋迦牟尼佛、啊、留意一下先，這裡出現了另一個叫身份來源驗證、啊、好了，蘭聖如來或者叫做極蘭聖地，或者叫做不可聖，或者叫做智聖、啊、什麼形容詞都冇所謂嘅，譯音譯過嚟，即係呢個如來有冇人贏得過佢咧？冇人贏得過佢，咁解所有如來都極難勝噶啦，所有如來都無見頂上噶啦嘛，所有如來同一智慧噶嘛，嚇、啊！所以呢個難勝如來咧，佢當然係喺佢嗰個成佛嘅過程當中，梗係有好多人同佢比較，於是乎冇辦法贏得過佢，咁於是乎因而得名啦嚇，難勝如來。咁呢個蘭聖如來係咩人嚟嘅咧？咁稍後咧就有少少解釋嘅。佢一切眾會皆見光明國土蘭聖如來。嗱，奇怪嘅就係喺當時嘅聚會當中，喺呢一個善德長者寺舉辦呢一個布施法會呢個場所當中。維摩訣居士講完曬之後，接過咗佢個璎珞一個人一份俾最貧窮嘅人，一份就奉呢個蘭聖如來。即時在會嘅人都見到光明國土，嗱、这、呢個佛國叫光明國土。蘭聖如來見到呢個蘭聖如來功德巍巍展示喺虛空當中，哇！有神變啦！又見諸鷹在彼佛土上，在彼佛上變成四柱寶台，四面嚴色，不相障蔽。他說這一份的功德，一見到這個維摩居士呈獻給這個蘭聖如來，蘭聖如來在光明國土出現了，見到這些諸鷹在这个如来上面变成了四条宝柱，四柱宝台，一个非常庄严的 台阁，四面严色，哇，四面都出现了很多靓的严色，而没有互相遮盖的，看到四面通透的，即是我看佛经就有景象的，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就不要看到文字，啲文字啊死嘅，文字裏邊嘅意思咧，要憑我哋嘅意會，好似睇到哇，空中裏邊出現一個佛國，出面有如來，呢啲璎珞咧化成咧四柱，哇，跟住咧四邊顏色互相都通透睇到曬。是維摩訣現神變耳作是言，當時維摩訣居士。令在會的人，不是認識
不是釋迦牟尼佛那個聚會，是當時這個智德公子講回他在當時布施這個法會當中這個地方現了神變之後呢，跟著就講了，他若施主等心施一罪下乞人。什麼叫等心？平等心。什麼叫平等心施於呢？他這個沒有分別是怎樣做到沒有分別呢？一個貧賤和最福德的族。嗱，這個呢，其實呢，你要看一看他的意義。他一份奉誰？最下。另一份呢？如來。即是說，當這一份璎珞供養如來，是不是出現很多神變呢？供養的人開不開心？留意一下這種供養心是不是很殊勝、很尊勝。那如果我拿這一半給一個最下貧賤的人呢，可能我沒有這種感覺的，不知道大家明白嗎？可能說，我給你啦，你這輩無憂啦，回去賣了他，賣間屋住下啦，是不是這樣？我會不會有供養佛這種哇這樣的心呢？那這個兩個心等不等呢？那你就明白為什麼這個等心是這樣解啊。好難喎，你沒看少這兩個字，好難做到喎。沒有分別心嘛，有等心嘛，那什麼叫做沒有分別？怎樣叫分別呢？先說了什麼叫分別呢？我講了個分別了，同一個璎珞是吧，一份你就哇，是不是這樣？這一份呢，拿給你了，是不是這樣？這個就哇，這個就拿，是不是這樣？看不看這個心是不同的？看不看到啊？這個就是這句說話的意思了。他說現神變矣，作是言。這個寶職，不是，這個善德長者子，當他供養這個璎珞的時候，他只是供養給維摩居士。維摩居士不要，其實不要就不關這個這個善德的事。他一份奉佛，一份給最下貧賤的，給了最下貧賤先，一份是奉佛，對不對？於是他就哇，是這樣。跟著維摩大士等他現完這個神變，就跟他講，將他這兩個分野的心拍埋一個心，這句說話就產生這個重要性。希望大家明白，如果我們日常生活都能夠學到這種心，恭喜了，你就得到這段經文的寶藏了。他說若施主，他說假若布施者等心供養諸佛的心，等於布施一個最下乞人，又如如來福田之上無所分別。這個不得了，如果你能夠用一個恭敬布施一個最下賤的乞士乞人，又如好似供養一個最尊貴無比的佛陀，你個心是一樣的話，你同布施諸佛是沒有分別的，這解你明白嗎？看這句經文很多人都懂解的，是什麼意思未必明白的，即字面的意思和它實在的意思是有不同的，同不同意？所以呢，如果我們將來有機會布施放生，你好像如對目前那樣布施給十方諸佛，你能夠產生這樣的心呢，就對了。這解這個事主啊，他這段是不是要菩薩才做到呢？我夠膽說，一做到那個一定是菩薩，因為只有菩薩才有這種體會，凡夫沒有這種體會，凡夫當然是取相，異乘人呢
其實很容易有我慢，我解脫你未解脫嘛。諸佛當然高的啦，啱唔啱啊？咁啊，尊卑梗要分啦。咁你睇下嗰啲僧團有冇分尊卑噶？有嘅喎。但菩薩有冇分尊卑啊？冇啊。啊，呢度係講緊突破咗二成嘅呢啲咁嘅階級觀念。印度嘅四姓嗰個種族啊，好分嘢好嚴噶。但係呢度所講嘅，你特登將佢一份功德擘開二，一個最俾最下貧賤，一個俾最尊貴嘅佛陀，啱唔啱？跟住就講，如果事主兩者冇分別心供養，所得嘅布施，猶如布施如來福德田，福田之上無所分別。教呢啲咪法嚟噶？係啊，心法啊，心法。等啊，當黑市都係佛咯。係啊，黑市你當黑市係未來佛。供養現在佛以及未來佛同一恭敬，因為是菩薩才做得到。 OK， 等於大悲不求果報，平等大悲，絕對不求果報。那你看看維摩居士有沒有求果報？我說法而已嘛，說法是我的本分來的嘛，對不對？為什麼？我的工作來的，我 apply 這份工作，對不對？因為我申請嘛， 我要為眾生說法嘛，我不想失業嘛，對嗎？那我已經有事做是我本務，你給利益我做什麼？我不是要為你利益來的嘛，對嗎？所以他有本務在身，他的慈悲就演化出他的行為，他不是為了你的回報而去講說話的，不是那樣東西來的。好了，他說等於平等於一切大悲，不理什麼人，平等大悲，不求果報。是則名曰具足法師。如果這個人有這種心態，是名為圓具足了法師的條件，用佛法去施予一切眾生的基礎。堪為柯耽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他可以做代表了。這樣那這個我們說佛法怎樣才叫堪為呢？就是如說修行，不單止還依足經文所教的菩薩行，去到安住自己的心性，令到全部大悲地行信一切眾生的基礎，應機說法，而當中不忘回報的，對不對？城中一醉下乞人，見是神力聞其所說，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個是什麼人啊？是不是拿著那一半璎珞那個人啊？聽完他說喂，你好不好意思不修行？你都不好意思，我都有份的，我都有份的，我都發菩提心，我要成佛，我將來一定要成等正覺。哇，不得了！即是說這位大師厲害到這麼交關，我哪有資格代表大家向他問病？我做他學生都好像沒什麼資格。即是說很厲害，很厲害。那城中最下黑人就是剛才拿著璎珞那個，聽完這個維摩大師說法，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故我不任偽彼問佛，我不去了，我不擔任、啊、代表大家去問病。於是哦，佛說你不去啊，那還有誰去啊？你去啊。於是諸菩薩各各向佛說其本願，都說回我不得，你又不得，你又不得，我都講講述佢嘅本願，清述維摩訣所言，都係講緊維摩訣居士，都從同無數嘅菩薩、無數嘅比丘、阿羅漢，即係說個法，皆若同一個答案都講。
不任，我哋唔擔任，去代表大家偽皮拜後這位維摩訣居士去問病，《維摩訣經》卷上。好啦，即係話佢分開上中下嘅，係嘛？咁上卷咧一口氣就講咗四品，啊佛國品啊、弟子品、問疾品咁樣嘅。好啦，咁咧又有聲聞問疾啦，有菩薩問佛啦，問疾啦，個個都唔制啦。啊，前面呢段大家應該都有翻啲即係輪廓噶啦。啊，繼續落去咯喎，《維摩訣所說經》卷中。咁呢個本經咧，姚秦三藏鸠摩罗什法師譯嘅。啊，好啦，第五品啦，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咁啊，呢品就梗係冇人肯去唔得噶嘛，唔通要如來親自去咩？係咪啊？咁點都有個人去嘅。啊，於是佛告文殊師利，當時咧佛陀就同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薩就咁講啦。誒，文殊菩薩，與行藝。維摩訣問疾，你都是你去啦，你去代表大家向維摩訣問病啦，好嘛？文殊師利白佛言，文殊師利就同佛咁講咯，世尊，世間最尊極嘅、最尊貴嘅老師佛陀，彼上人者，佢話呢一位大士，呢一位大智慧嘅上人。上人都是形容一些的修行人，近代有很多出家人都 被人尊稱為上人，就是說不是一般人， 上品之人、上智之人，這解難為酬對，很難去酬，即是應酬的酬，應酬應對，這解即是很難應對，很難跟他跟他對罷的，因為他每句說話呢都是佛法，每句說話都會指出當時那個修行人的缺點、啊、心達實相，他已經在個實相本體深入了解了，到達齋的了，不是心知實相。心知實相和心達實相有沒有不同呢？知我就係知啫，心知實相已經不得了噶咯喎。但係佢唔止知喎，佢已經喺實相度好耐啊，咁解啊。即係話，好似地藏王菩薩呢、這個地藏菩薩以正聲聞辟支佛地啊，以正十地果位以來啲無量百千萬億嘅銀河系嘅成長毀滅，佢已經係以十地菩薩啦，心達心心到達實相好耐啦，善説法要。他講親都是到題的，一句就到紅心的了，法要、啊、好重點，講親都是說法的重點，辯才無滯，智慧無礙，他的說話沒有辭疾的，通達的，一輪嘴，哇，聽到你聽不切的、沒有礙滯的，智慧呢，沒有阻礙得到的智慧，一切菩薩法式，一切菩薩法式識之，一切諸佛裏面所教的，一切菩薩裏面修行的種種法門，他全部洞悉知曉，沒一個不知道的，超級大教授來的、這個、諸佛秘藏無不得入，一切諸佛的秘密寶藏沒說他去不了的，無不得入，即沒有說入不得，全部通達，它本身就是諸佛秘藏的顯現，降伏眾魔，能夠將一切魔的特性是什麼？自以為是，對不對？見執我相，是吧？我大你小，我強你弱，這種魔性、哎、在它面前呢，什麼魔都沒有了，降伏眾魔，有冇魔大得過佢？冇。遊戲神通，佢玩嘅啫，去到邊就玩到邊。佢個精神通達無礙，早與法界一體，
能夠展示一一嘅試驗啊遊戲，以一切遊戲法化度眾生，心不沾染啊。其慧方面皆已得道，佢嘅智慧，呢、這個智慧係指波耶，佢嘅波耶方便係指咩啊？行信，遷就眾生，佢嘅波耶力以及智慧力已經超遠遠成就啦，咁解，皆已得道，道即係已經係超越咗啦，超越咗波耶。超越咗方便，即係行信眾生圓滿，波耶智慧圓滿咁解。雖然當成佛聖子偽彼問佛，佢話雖然係咁，我都一定會當成秉承諸佛啊如來你嘅聖子，聖子。呢度用個聖旨，即係話如來你嘅命令咁解。佢唔敢叫話如來請佢去，唔係請，係吩咐，啱唔啱啊？嗱，呢度就係講啦，如來我唔會當你問我去唔去，我係一定會去，因為如來你指令我要去，我一定會去做。啊，當成佛嘅聖旨，偽彼問佛。當然中國人講聖旨的是不是皇帝先用聖旨啊？他這裡用聖旨的話，即是佛是不是法中之王啊？類似這樣差不多。當然佛是不會用個王的身份來壓下去，不會的。但是看得出這個大菩薩當不當佛是王啊？認定了這個是王，這解。他說於是眾中諸菩薩大弟子，就係當時，於是中啊，喺當時嘅聚會當中，諸菩薩大弟子，菩薩就指天界一世間嘅眾嘅大菩薩眾啦，有份參與呢個五種惡世南阎浮提度眾生嘅呢啲咁嘅菩薩眾，大弟子係咪聲聞啊？羅漢啦，係咪啊？比丘啊，大弟子咯，釋凡釋。就帝釋天、欲界天啊，凡就大梵天、四天王等，即係一切諸天啦。咸作是念，咸即係全部都咁諗，一都咁諗咁解。今義大事，哇，勁啊！今次接觸勁啦啩，今次呢個聚會兩位大事。文殊師利維摩訣共談，精唔精彩啊？哇，好嘢睇，有嘢聽，有嘢睇。佢話：今次呢兩位大士啊，文殊師利為法王子菩薩摩诃薩智慧無礙，啱唔啱？哇，佢咁讚呢個維摩居士，呢個維摩居士又係咪智慧無礙？又係辯才無礙，而且非常針鋒相對嘅，啱唔啱啊？必说妙法，哇！一见到面，梗系啲妙法多到你执唔晒噶，听唔切噶啦，会系咪会唔会咁啊？即时八千菩萨、五百声闻、八千天人皆欲随从，哇！我哋都去咯。如果你有份去，你去咩？去听嘢，几大去听啦。叫你代表你不敢的，不敢，但是有人代表我，我去有沒有人不去呢？幾大都去了，對不對？一定有大法聽的嘛，是不是呢？於是文殊師利與諸菩薩大弟子眾及諸天人恭敬圍繞入毗利耶毗耶利大城。當時呢，文殊菩薩與及諸天的菩薩以及大弟子等以及一切的天人很恭敬地跟著文殊菩薩入這個毗耶利大城。當時呢，
長者為摩羯心念，你一畫嚟就知啦，收到啦嘛，嘟嘟嘟嘟咁樣係咪啊？今文殊師利與大眾俱來，啊呢、這個班底都幾好，呢個探病嘅班底都幾好，留意一下先喎。呢、這個探病係咪文呢係咪維摩居士佢想嘅先？我點解我病咗咁耐，佛陀都唔派人嚟嘅，係咪咁啊？阿佛陀又知喎、啊，啊咁你哋邊個去啊？係咪咁啊？其實佛陀同佢係咪已經心通曬嘅？咁佢一嚟佢又知啦。咁呢個探病班底，呢、這個維摩羯居士滿唔滿意咧？都滿意，都幾好。記住，所有呢啲大菩薩，尤其成本《維摩經》，佢係講緊咩嘢法嘅？得一成嘅啫嘛，啱唔啱啊？凡係唔係一成聽見就驚噶啦，凡係一成法聽到咧就心花怒放噶啦，啱唔啱先？佢得一樣嘢嘅啫，就將所有非大成嘅都全部變成大成，就係、是、聽呢本經嘅原因。所有嚟的人呢，他看看，文殊菩薩代表大乘，很有意思。現在這班人有很多已經是心法大乘，但是他習氣未有大乘，有沒有？還有我見、常見、斷見、滅見都有的人，都有在這裡的。我怎樣要將這個聚會當中，連他們連根拔，一下改了他們，這些快靚正的，他不拖時間，即係你一定要知佢哋嘅心，你先知道佢裏邊嘅內容點解咁尖鋭，點解句句都係鎖住佢，因為佢唔等第二次機會，唔等第二嗰嘢，一次就搞掂你咁解。啊，你要知佢哋嘅心意嘛。好啦，當時好好好好，唔好咁普通嚇、啊，即以神力，佢以神通之力空其室內，佢本來有好多擺設噶嘛，係咪啊？屋嘅唔係好大啊，我又唔知幾多千尺，我諗都係一千零尺啦，千零二千尺好巴閉噶啦。咁啊有好多凳啊台啊嗰啲嘢嘛，啊神力空曬佢，冇得坐，特登做啲咁嘅嘢喎。啊，佢話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事者，嗰啲隨從冚啦，唔要。單單擺一張床喺度，為止一床以疾而餓，咁樣啊？為止一床以疾而餓，唉，就扮個病樣，綁住條帶咁樣啊！好啦，文殊師利既入其舍，文殊師利咧真係就帶領大眾咧就入到佢嘅屋裏邊啦。咁啊，入直入啦，咁啊，啲人傳啦，文殊菩薩帶住一班人嚟拜見啊，探啊探病我，我咁啊請佢入嚟啦，咁好啦，點樣入到去？見其室空無諸所有，獨枕一床，見到成間個廳房乜都冇，得一張牀啫喎，見佢就咁樣蹦咗喺度，啊一床，是維摩羯言。當時維摩羯就咁講啦，嗱大家見到面啊，先來文殊師利，哎呀咁好啊，啊你嚟得好啊，文殊師利，哎呀，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喎，咁咩意思啊？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大家嘗試解釋一下。冇諗你嚟，你就嚟啦。冇諗你嚟，你就嚟啦。咁啊，冇諗過見到你就見到你啦，咁咯。唔啱。喺所有嘅幻化世界中，本來就冇來去相。首先啊 ，OK， 答咗你啦。如果話冇諗過你嚟，你就嚟，咁即係變咗講大話啦，呢個人。所以佢唔會嘅。這個答案一定不對，我沒想過你來你就來，沒想著見到你就見到你，其實這個是假的，這個心，這個這樣的修行人是不會說假話的，所以不成立的。
頭先你講話冇來去之上，啱唔啱啊？係，但係你都嚟。冇來去之上，但係你都嚟。佢係本來喺波野實相當中，一切都係如幻。本來喺波野實相當中，一切如幻。但係咧，呢個事業咧，即係應一個因緣，實相係冇嚟到，冇分來同去嘅。係啦。接近，你係解釋咗嗰個波野嘅實義，但係你冇解釋佢對住文殊菩薩點解要咁講。影一場戲度眾生，佢意思就係話：哎呀，文殊菩薩，你嚟咗啦！哎呀，嚟得好啊！其實第一呢句説話係讚歎文殊菩薩，雖有來之相，而其實安住不來嘅解脱，係咪咁解？意思就係話你呢個菩薩。早已經沒有來去之上的煩惱掛礙，你今天見到你這個只是沒有來上的來，是一個事現之上，沒有讓我看到你的真實的樣子，而讓我看到你幻化的樣子。其實你讚歎這個修行人已達無生，這樣已經覺悟。如果他說文殊菩薩你是來相而來，見相而見，那即是厭了，對不對？你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即是說你這個人有沒有厭着我們今次見面這個相呢？沒有。這番說話是讚歎一個菩薩讚歎另一個菩薩的一個誇耀的說話來的，是真心說話來的，即是說文殊菩薩你已經證得波耶實智，你不給一切相的機薄，今次你是隨順一個因緣來一個相，而給我見下你這個相，但你 你的內心是沒有來相和給個相我見這個觀念的，是讚歎他的。那即是說是不是彼此已經是個平等狀態？先留意一下這個維摩居士見親很多佛弟子都直斥的，為什麼你這樣說啊？你不是這樣說的，你不應該搞這些會啊，應該搞這些會，是不是這樣啊？但是他一見到這個文殊菩薩呢，哦，善來文殊師利，啊，今天真是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啊，是不是高手過招，你又是我又是這樣啊？你又是不見相，我又是不見相，你又不來相，我又不來相，但是都見到面喎。那看看文殊菩薩怎樣回應他。文殊師利言，是啊，居士，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 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好了，答到這裡了。這裡他說，是啊，居士，正如你所說，若以來已經來，就沒有不來的了，來了還有被人不來呢？若以去，就不會有不去的嘛，那就去了嘛。所以者何？為什麼會這樣說呢？來者能夠覺悟，來者根本是無所從來，但這個合法金剛經裡面所說的啦，宇宙的虛空的實相在哪裡來的？不嬲在那裡，無所從無所來的嘛，是吧？從無所從來，那會去哪個虛空？亦無所去，本然心地清淨的嘛，啊，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他還去得哪裡呢？宇宙虛空，對不對？沒什麼哪裡可去的了，沒在哪裡來，也沒在哪裡去，所見的相皆為幻化，所可見者更不可見。好了，且自是是，我們不要說這件事了，這樣自即是各自這件事了，這樣即是我們不要談這個話題了，這樣啦。
答咗佢就算啦。其實呢、這個維摩居士嘅問咧，即係呢個讚歎呢個文殊菩薩咧，係讚歎佢心以離相，冇來去見相之執著噶啦。但係你個人真係離咗喎，係咪雖離有來之相，有見相嘅樣，但你嘅心係冇來去之分別咧？係讚歎佢。好啦，文殊菩薩亦都講咗，因為宇宙虛空冇所謂喺邊度嚟，亦冇去邊度嘅。好啦，我哋唔好談呢件事。居士啊，師侄寧可忍否？我哋奉如來嘅咐嘱，走嚟問病噶。居士，你嘅病難唔難堪啊？難唔難忍受啊？啊，辛唔辛苦啊？咁解嘅嚇，就唔係問佢哋好翻未啊？咁佢調翻轉，佢話你嘅疾病辛唔辛苦啊？難唔難忍受啊？咁講翻個主題咁解，一個主題嚟問病啊嘛，係嘛？治療有損，不治增苦。醫得好唔好，定係仲差咗咧？會唔會增加，仲增加咗你啲病咧？你個病係咪會有冇重度咧？咁解。世尊殷勤自問無量，我哋嘅老師釋迦牟尼佛啊，好重視，好關心。好殷勤自問，啊，關心無量，啊，居士啊，師侄何所起因啊？何所因起？你個病係點解會有產生嘅咧？其生久矣，佢生呢個病幾耐啊？係咪好耐嘅咧？咁啊，當雲何滅咁應該點樣先至會病好咧？咁我老師叫我問病，關心你啊，居士。係啊，係咪一句説話死兩撥千斤就唔好講我，係咪？冇乜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咪主角做咗我係咪？唔係，唔好講呢件事。而知事事啊，咪擺低呢件事唔好講。我哋講問病嘅啫。咁佢主要就係話咧，因我哋個老師佛陀咧。殷勤自問，就問佢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大家不妨記一記咯。事實何所因起？咩？點解會有呢個病？有幾耐？第二個問題係幾耐？第三個問題點樣可以醫翻好？係嘛？一二三，係啦，三個問題嚟嘅。啊，留意下咯，點解要咁樣分咧？佢就呢三個問題答嘅喎，嗱記得啊，你問咩佢答乜嘅，所以呢三個問題好重要噶，我記咧就記問題嘅啫，啊所以你鎖住啲問題，你就好容易記得曬啲答案，咁你先答咗先啦，你可以唔睇啊維摩居士答嘅喎，咁咩病咧咁，冇病咁喎，渣病咁喎，佢梗係唔係啦，佢講親嗰啲病係咩病嚟噶？嗱，留意下，佢系咪化凡夫噶？佢唔化凡夫喎，佢咪化二乘人啊？佢化咩啊？菩萨，第一样嘅啫。所以问病咧，所有嘅病都系菩萨病。你明唔明啊？嗱，佢唔会话凡夫病噶，又唔讲二乘病噶，佢唔讲呢两种病噶吓。嗱，留意下先吓。佢淨係得一獨孤一味嘅啫，你話好容易講就得，你話好難講都得嘅。佢就係講大乘嘅啫，全部都係菩薩病。成本《維摩經》就係講緊菩薩有咩病。佢話嗱，是病是疾何所因起？即係菩薩呢個病啦。我哋舉一個例落去啫。呢個菩薩因何所因起病？病咗幾耐？點樣先病好？啊，就係以下嘅維摩大士答咧，就係答呢三個問題啦。好啦，維摩揭言：哎呀，我呢個病真係冇鬼用啦！從痴有愛，
則我病生。由最初眾生二乘大乘一路講咯，我呢個病咧冇鬼用啊，痴啊，愚痴。咩叫愚痴啊？無明。再講無明咧，就有排解噶啦。我唔用無明去解釋愚痴，當然無明就係愚痴啦，係啱嘅。但係我唔用無明呢兩個字，因為解得好複雜。我哋先講咗一個人，佢黐咗線啊咁，黐同呢個黐一樣啊。咁乜嘢叫做黐咗線咧？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執著。執咗一啲嘢，佢個精神鎖咗喺裏邊，出唔到嚟，啱唔啱？其他人同佢講有冇改得講得到？唔會聽任何人嘅改變，死執自己嘅觀念鎖咗一個煩惱裏邊，係咪叫痴？失戀痴咗線啊咁，炒股票痴咗線啊！受打擊黐咗線啊，咁係咪通常會黐咗線啊？咁樣咩叫黐咗線咧？食飯先啦，仔，我死啦，我死啦，我死啦！喂，食完先死啦，好唔好啊？佢唔聽你講喎，滴水不入嘅喎，你明唔明啊？嗰啲叫做黐喎，係咪咁叫黐啊？哇！喺個街度通亂咁鬧人嚇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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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咪見到好多黐線佬嘅係咪啊？即係我以前做戲，我成日扮黐線佬嘅。即係現實生活都喺個街度扮黐線佬，即係實習啊嘛，係扮啫，係嘛？好啦，我將我進入嗰啲黐線人嗰種心態，佢冇嘢嘅，佢俾一個打擊鎖咗喺裏邊，出唔翻嚟，放唔低，永遠嗰件事扣住佢，佢鎖咗喺裏邊，叫愚痴，啱唔啱？咁呢個痴有愛，呢個痴係代表咩意思啊？本來我哋嘅知覺。我哋嘅知覺，好似十方如來一樣，係咪清淨啊？啊，唔知幾時當咗呢個係佢喎，轉咗落去咯。你叫佢放低放唔放啊？跟住變咗我喎。你叫我放低我呢個我放唔放低咧？咁啊，跟住我又變咗佢咯，係咪咁啊？佢又變咗無數個佢咯，啱唔啱啊？呢種執著係咪叫痴啊？係咪每一個都有痴㗎？在如來的眼中看，所有眾生都是痴的嘛，對不對？是不是貪嗔痴啊？即是精神被自己這個四大五蕴六察鎖了，當了有個自我的觀念，被身外的景物產生種種的貪愛，愛於是乎取，取於是乎有，有於是乎生，生於是乎憂悲苦惱，是不是這樣？十二因緣的變化是不是跟痴愛生啊？痴愛俾個名佢叫做無明咁解啫，即係不聰明地冇無明啊，黑暗咁解，封閉咗喺裏邊，自己出唔到嚟嘅，又唔肯聽人嚟打開。所以維摩訣一講，佢話：哎呀，我呢個病喺邊度嚟咧？哎呀，我個病咪就痴嗰度嚟咯，跟住之後就產生愛咯，貪愛，於是乎有我咯。咁咪病咯，系咪一切众生嘅生死根本啊？啊，佢嘅病系原来一切众生嘅生死根本，咁系咪呢个身体嘅病咧？意识形态、知觉嘅病，我哋嘅知觉本然好似十方虚空一样，本然不生不灭噶嘛。但系因为呢个知觉合咗一念，产生一个色田。無明緣行，行緣色，係咪？色田於是有自我嘅觀念，有自己嘅四六四大地水火風六根啊，有色緣明色，明色唔係有個身體啦。明色緣六入係咪眼耳鼻色聲香？唔係呢個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啦。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十二因緣最初嗰個咪無明咯，無明即係痴愛咯。痴神色，跟住爱取有，从痴到有爱，则我
病生，有我呢個觀念就生咗病。哎呀，就搞到咁衰啦咁。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呢個咩人嚟噶？只有菩薩才會咁講啊！關我咩事？一切眾生病，佢病佢嘅事，抵死，啱唔啱啊？點解又會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咯？那是上身咯，我病咯就係咯。嗱，由一切眾生駁落去菩薩喎，佢唔係由一切眾生駁落去二乘，再駁菩薩，佢唔經二乘嘅喎，留意一下先嚇。佢一嘢就跳去大乘嘅咯。一切眾生病，所以我病；一切眾生執痴，所以我痴，係咪可唔可以咁講啊？好啦，若一切眾生病滅，則我病滅。好似啲阿爸阿媽點解病？因為個仔病，個爸爸個幾時嘅病好？個仔冇病，阿爸阿媽冇病嘅咯。類似咁上下咁嘅意思。OK， 一切眾生病滅，則我病滅。所以這何？菩薩為眾生故入生死，唉，點解咁麻煩？因為菩薩就係發嗰啲願咯，啲願啊要度一切眾生，咁所以入生死咯。有生死咪有病咯，冇生死就度唔到眾生，冇病都度唔到眾生，啲病都係度眾生搞翻嚟嘅。若眾生得嚟病者，則菩薩無復病。如果眾生可以冇病嘅話，菩薩就冇病噶咯，因為菩薩佢啲病係緣嚟噶嘛，嗰啲緣因咩？因眾生而有。嗱，有少少唔同，眾生嘅病係因為痴愛而有，所以係咪恆順生死啊？輪轉生死啊？但係菩薩已經降咗咯，係咪降咗啊？但菩薩再入塵路就唔係為痴愛咯，為乜嘢啊？係啦，為大悲誓願力，以願為用。所以個願咧相應眾生嘅病，眾生嘅病好咧，菩薩仲有冇病啊？菩薩冇病噶啦。嗱，有少少唔同，但個因緣個因演變出嚟個果唔同。眾生嘅因生死因係痴愛，菩薩嘅生死因係咩啊？悲緣啱唔啱啊？所以悲緣一圓滿嘅話咧，菩薩即離病啊，就係咁簡單。若眾生得離病者，則菩薩無復病。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好似舉個例，一個長者佢有一個仔，啊，其子得病，如果個仔病咗，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如果個仔好翻咧，唉，阿爸阿媽冇曬病咯，係咪啊？菩薩亦如是，於諸眾生愛之若子，個菩薩。看一切眾生好像自己愛子，眾生病則菩薩病，眾生病愈菩薩亦愈。又言是疾何所因起？你剛才說我這個病在哪裡起？哎，菩薩病者大悲起，眾生病者什麼起？痴愛起。你又說的了，菩薩病者大悲喜，菩薩冇悲有冇病？冇病，但系冇病度唔到啲眾生，度唔到眾生。如果菩薩怕病嘅，落二乘；菩薩唔怕病，再病得兩病免曬疫，乜嘢病都唔怕。文殊師利言：哦，原來你個病係咁嘅，係因為。哦，原來你是因為眾生痴愛病，所以你病；菩薩病是因為眾生病。啊，眾生如果沒有病呢，菩薩的病都會好翻，是不是這解啊？啊，那又是噃，是啦，居士，繼續講啦嚇。此室何以空無是者？係啦，點解呢間屋一個人都沒有嘅？點解呢咁？維摩結言。維摩訣就講啦喎，唉，我呢個空，因為諸佛國土亦復皆空，一切諸佛國土其實本來都空噶，冇咁多嘢噶，所以我呢度都空空如也噶。又問以何為空？咁啊，我就問下
以何為空？點樣空法呢？即係話點樣空法呢？答曰：空空，空咪即係空咯，空咪即係乜都冇咯，咁解咯。空空。又問：空何用空？咁既然空咯，咁你使唔使再要空佢咧？啊，呢啲係咁答啫嚇。答曰：以無分別空，故空。因為在當中，如果我在個空裏面仲分空與唔空，咁你話空唔空咧？即係唔空啦。以無分別故，所以叫做空空。連空呢個觀念都空埋咁解，咪一係咁解啦嚇。大家明白啦。其實佢講緊係咪無常咧？無常嘅，不過用唔同嘅言語表達出嚟。所以你一明呢個道理咧，其實佢講乜都好啦，你都明嘅。好啦，答曰：以無分別故空。又問：空可分別耶？哦，聽你咁講，咁到底呢個問咧就文殊菩薩問嘅。咁空有冇可以分別嘅咧？其實答曰：你想分別嗰個念頭都係空嚟嘅。異乘人是不是很多時候會分別空的？很容易會分別空，幾多為空，原始空，空有多少個空，這樣是吧？其實是不是妄想？是你的妄想，空就是空本然的，對不對？就在這裡，就在這裡，我要空空，在你腦裡面想過空去空那個空，這樣而已。其實不是空，是你的念頭作祟的東西來的，分別空咁解，所謂分別呢個念頭亦要空咁解。又問：空當於何求？諸佛國土本空，你嘅居處又空。咁如果我係唔喺空當中嘅，我喺有當中嘅，我點樣去求空咧？咁問翻佢咯。咁佢話：當於空，當於何求？係咪咁樣？我應該要喺邊度去求個空？咁你係咪喺個有去問呢個問題咧？你唔會喺個空裏面去問個空，求個空咁。你已經空咧，使乜求個空啫？但係你係咪有喺個有當中？於是乎，我想要好啦，我而家有，我點樣求個空咧？係咪應該咁答啊？咁問啦，啊，答曰：哦。在哪裡可以求證空，是吧？很簡單，就是從有那裡求啦。空是沒得求的，但是有有沒得求呢？有就有得求了，因為凡是有就是落相嘛。好了，跟著答曰：當於六十二見中求。六十二見是外道的邪見。哦，你想求空啊？咁六十二劍咪求空咯，即係落咗外道。係咯，又問六十二劍當於何求？咁六十二劍點樣去求到六十二劍呢？你想真係求見六十二劍，六十二劍嘅最終目的都係想達到一種空無解脱。當時的六十二見就是令到我們求空的境界，但是六十二見的見解是不是外道見解？哦，你想求六十二見那個結晶那個空啊，當於諸佛解脫中求。當你一解得到諸佛解脫中，解脫到你就知道什麼叫做六十二見，原來皆是妄見。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咁我點樣去求諸佛解脫咧？咁諸佛解脫，聽講喺邊度求噶？你哋話係咪喺諸佛嗰度求啊？度眾生就厭嘅。佢而家講緊個空，即係歸類咗係呢邊；色就歸類咗喺度眾生。嗱，菩薩得兩樣嘢啫。
一個係釋門度眾生方便，啱唔啱啊？第二個就係咩啊？波耶空，啱唔啱？佢一講空咧，就唔係喺呢度嚟噶啦，就喺呢度嚟嘅。第二乘係咪初初外道係咪六十二見求空？二乘於是乎解脱外道，外道嘅解脱完全解脱就剩咗二乘啦。即係本來我係由外道發心，佛道嗰啲係咪外道發心嘅？最初嗰班，跟住講苦集滅道啊嘛。但係到拉尾係咪有個助道品，令到佢收三十七助道品就見到空啦嘛？咁其實已經突破咗六十二見嘅，已經超越咗嗰個觀念，但係都係二乘見啊。咁佢跟住就講話喺諸佛中求，向佛求喎。諸佛解脱當於何求？咁諸佛解脱喺邊度求啊？於一切眾生心行中求。留意一下先喎，諸佛嘅解脱當於何求者？當於一切眾生心行中求。呢、這個佢唔係話當於自性中求喎。嗱，我可唔可以答佢？哦，諸佛解脱者當於自性中求，得唔得？得嘅喎嚇，但係佢呢個答案唔係喎。呢、這個答案係咩啊？嗱，佢話諸佛解脱當於何求？如果我答諸佛解脱當於自性中求，其實冇錯嘅。自性中求，你會得到咩解脱咧？見性。咁你可唔可以得到佛嘅解脱咧？佛嘅智慧咧？佛嘅空？其實佛嘅空同阿羅漢個空其實冇分別嘅，都係個空。但係喺個廣度眾生嘅妙用就千差天共地啦。仲有二乘唔係究竟涅槃嚟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嘅無上正覺正等正覺先係最圓滿嘅覺悟。所以佢呢度話。呢度嘅答案好奇怪，佢唔係喺自性度求，佢係一切眾生心行中求。所以我哋能唔能夠擺脱我哋嘅業力嘅纏縛，同十方菩薩修行都息息相關。如果我哋解脱到，佢哋好快覺悟啦。我哋唔解脱，我哋仲要累劫生死，佢哋个愿都未圆满嘅，啱唔啱啊？所以佢哋嘅觉悟同一切众生嘅心有冇关系啊？这个答案深远好多嘅，呢个要度尽众生，系啊，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要令一切嘅众生嘅心。達至解脱中求啊，咁解啊，即係度盡眾生，係令一切眾生皆入無餘涅槃而滅道之咁樣求，係咪咁咧？深遠好多嘅呢個解釋，唔係自性中求，自性中求就落咗二乘，大乘菩薩就要令一切眾生同證如來嘅究竟無餘涅槃。仲有啊，文殊菩薩，你頭先問我，有仁者所問，你頭先有問我嘅，何無是者？點解呢度冇一個人都冇係嘛？都冇人服侍，都冇任何人服侍嘅。有啊，其實點解冇啊？唔係話大把一切眾魔及諸外道。皆唔是也，你睇唔到咩？好多啊！嗰啲凡係眾魔同埋外道，皆唔是也，都係服侍緊我啦，係咪咁解？助我成道，佢唔係助我成道咁簡單，係幫我宏法。借佢哋嘅恩怨，系啊，帮紧我宏法。嗱，嗰个观念唔同咗噶啦，嗰啲观念啊，呢啲系超级大菩萨。佢话咧，
我之所以嚟喺呢啲五種惡世，係咪知道有魔王、有外道？咁呢啲原來咧係服侍緊我噶，我大把呢啲人。佛對凡夫係咪遠離惡知識，親近善知識，得生佛土，世世啊呢個不退菩薩為伴侶，係咪咁啊？但係對於啲誠願入嚟衛土當中嘅大菩薩咧，就以一切魔王以及外道為眷屬嘅喎。點解啊？佢要度佢哋啊嘛，啱唔啱？留意一下。所以這何點解咧？咁眾魔者拗生死，同唔同意啊？魔王係咪執我為主啊？係咪貪圖生死享樂啊？拗生死。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咬諸見。他說菩薩的特點在哪裡呢？成願而來的菩薩，他在生死當中，他有沒有捨生死的？不捨生死的，剛剛跟佛道二乘人不同的，你好像唱對台一樣。佛道的外當時的外道，外道為什麼要出家？因為是不是他們已經出了家的，外面即是佛住世很多外道嘛，即是比較舍利弗、啊、木建連，這些是外道人來的，帶埋他們眷屬跟著佛出家。他們最初出家是不是想得解脫，想得涅槃，想得清淨，是不是為生死？所以佛在這個基礎底下去道，他講苦集滅道，講知苦拗法，你怕苦嘛，於是乎你拗法啦，因應他們的根基，見人說人話咁解嘅啫，度佢哋嘅。但係呢度係講緊咩？大菩薩，記住菩薩喺邊度啊？菩薩係咪呢個世間嘅產物嚟噶？細心諗下，呢個世間產唔到啲菩薩出嚟嘅，產三惡道報啊多嘅啫。凡係菩薩嘅話，都係邊度嚟噶？一定是成願而來的嘛，對不對？成願而來，成願而來的菩薩 他怕不怕苦先？他天生就不怕苦，他不是為苦求樂，他不會有這些心，他不單止不怕苦，他要將這個苦樂的地方變成什麼？祥和嘛。所以大家使命不同，法來這裡先導一班惡業的眾生離苦得樂，有些定律得生淨土，對不對？但是現在這裡所說的維摩大士是道成願而來的菩薩眾，在這個世間不要拗著小法，以小為足，不要自私自利，只顧自己，必須要怎樣？不捨大乘。所以菩薩於生死，在生死道路當中不捨外道，不會捨棄的，拗諸見，即是不捨外道拗諸見者，應該這麼說，不捨外道者拗諸見，好反而喜歡和這些外道、啊、天魔、啊、結緣。菩薩於諸見而不動，菩薩在這個五種惡世當中所度的眾生，對於一一見解無所傾動，知一切法如夢幻。好了，剛才呢這裡就回答了幾樣東西了。事實寧可忍否？文殊菩薩怕不怕這病先？首先說不怕，所以寧可忍否就不用的，不用忍，因為他沒怕過。 OK， 治療有損不致增苦，沒有增減的根本。第三，因勤致慢，事實何所因？大家答一答吧。維摩居士的病因什麼事而起的？他眾生就痴愛起，他的病就是由眾生病起，對不對？他大悲起，對不對？好了，生其生久與，生得耐不耐呢？有眾生就有的了。當雲何滅？怎樣才能滅得到？眾生道盡，動生冇病，我就冇病噶啦。好啦，
咁啊答咗咯喎呢幾個問題啊。跟住佢裏邊講點解你呢度冇人嘅咁係嘛？空無侍者咁，無侍者係因為佛國都空啊嘛。點解空啊？以咩嘢為空咯、啊？空咪空咯、啊？有咩點解空啫、啊？咁有冇得分別嘅？分別嗰個都係空啊！答咗佢啦，好啦。咁你就講啦，你話我呢個屋空空如也，無侍者，唔係啊？有咩侍者啊？一切眾魔及諸魔外道都係我侍者，都係服侍我嘅。好啦，跟住講咯，文殊師利言：居士所疾為何等相？啊，係啦，維摩揭居士，你患嗰個病咧，其實係咩病咧？咩樣嘅咧？這個病係佢呈現緊咩病相咧？咁啊，維摩揭言：唉，我啲病好煩，我病無形不可見，我啲病睇唔到。又問：此病身合耶？心合耶？咁你個病係一個軀體病啊，定係你個心靈精神病咧？咁啊，又唔係軀體喎，非身合啊，身相離故，身相離故，唔係身合。我個身都我都冇染過我個身上嘅，唔係身病。點解啊？因為非身合，唔係身合啊，身相離故，我唔染我身上嘅。亦非心合如幻故，都唔係精神病，我心理冇病。點解啊？因為我知道我個心係幻化嘅，係咪答曬佢啦？已經嗱，全部都係大乘菩薩啲答案嚟嘅喎。所以我個病好奇怪啊，都冇樣嘅喎，真係又唔係身又唔係心咁樣嚇。又問。咁奇怪嘅呢個病嚇，地大、水大、火大、風大，於此四大何大之病？咁呢個身體，咁呢個病梗係有個依附㗎，到底依附你個地大啊，呢個軀體啊，啊水大啊，呢個循環系統啊，風大啊，啊呢個火大啊，係你個温度啊，定係你嗰啲氣體氣脈流滯？呆滯呢咁，於此四大何大之病？答曰：哎，我呢個病好奇怪，又唔係地大，亦不離地大，水火風大亦復如是。意思係咩？啊，我呢個病好奇怪，佢唔係地大，但係佢不離地大，佢唔係水大，亦不離水大。佢唔係風大，火大又不離火大，唔係風大不離風大，都係一樣啦。咁解，即係亦復如是嘅意思，都係咁解。你話佢係地大咩？佢又唔係地大喎，但佢又唔離開地大嘅。佢呢個病，你留意下嗰啲病好奇怪噶。而眾生病從四大起，依其病故是故我病，都係講緊呢個問題。我本身咧，我呢個病咧，我就你話係咪身病咧？佢又唔係，因為我唔染身嘅。你話我心病咩？我就唔我知道我心如幻，所以我唔染嘅。係咪即係自己話咗我唔染咧？咁你咁係咪地水火風嘅病咧？佢好似係地水火風嘅病，但係佢又唔係地水火風嘅病，即係咁答啦。點解咧？因為眾生病從四大起，因為眾生病，所有嘅病都係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我係因為眾生執四大為實相，啱唔啱啊？而生起種種疾病，我係因為眾生執病而我有病。有冇留意到？佢已經答咗。菩薩呢種患喜悲憫，一一離身心嘅離相，呢、這個軀體嘅健康疾病與好咧，同呢個菩薩無關，因為呢個軀體係咩嚟噶？道具嚟嘅，
他的心不是在这个躯体，他的心在众生那里，对不对？因为众生染病，所以我病。有没有留意到他的答案是说的？他没有说我这个身体发病，是我以慈悲愿力成病。好了，以是问住施利问维摩诘言，菩萨应云何为喻有疾菩萨？哦，居士啊，我想问下你，以你的睇法，你认为如果有很多大乘菩萨，他应该要怎样去安慰有疾病的大乘菩萨呢？那这个身份是不是好比现在眼前这个身份？这个文殊菩萨应如何慰喻这个有疾的维摩大士呢？可不可以这样啊？意思是说，我问你什么你都说没有病，那我又问你了， 那我应该怎样慰问你呢？是可不可以这样说啊？嗱，你不要以为他是乱问，他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答亲他都好像没有病那样，那你没有病，我怎么问病呢？怎样安慰你呢？就问回他了。啊，菩萨应云何慰喻有疾病，自己说自己有疾病的菩萨呢？维摩诘言，维摩诘就这样说，哦，那是吧，很简单而已。很简单而已嘛，你就这样问他。说身无常，不说厌离于身，好易啫。你跟啲有疾菩萨讲，你就话俾佢听，哎呀，这个身啊无常噶，不过你唔好离开佢。点解啊？先问你点解？这个身是无常的嘛，但你不可以没有这个身的。你拿这个身做什么？道具来的嘛，你没有怎么用啊？或者它烂了，或者它差拐杖了，你都可以道众生的嘛。你明白我的意思？不要舍离这个身。说身无常，不说厌离于身。厌离是不是生起一个执境当真？假的嘛，什么厌离呢？即是我拍拍下气，死了，断了手，左手咯，断了左手，用脚打咯，啱唔啱啊？咳，哎，收工咯。咁你使乜嘢话？哎呀，我唔做呢个角色咁咯。唔系啊，要做呢个角色，个长气需要噶。哎呀啦，明唔明个意思啊？说身无常，不说厌离于身；说身有苦，不说咬于涅槃。说呢个身有苦，好苦啊！做咩啊？教众生出嚟啊！但系唔系等于我咬涅槃啊？谂睇唔睇个分别喺边啊？嗱，呢啲咪大乘菩萨法啊，苦心噶喎，超越二乘嘛，远远超越二乘嘅观念嚟噶。对佛对有苦嘅，佛对外道二乘讲有苦嘅就点啊？当勤精进啊嘛，求觉悟解脱啊嘛，系咪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啦嘛，啱唔啱啊？哎呀，如钩头鹽，如小水鱼啦，系咪咁啊？对二乘就快啲要出嚟，啱嘛？但系对大乘菩萨咧，说身无常，说身有苦，但系不说咬于涅槃，唔说常，唔讲常乐我净，唔讲啊，因为点解？苦，我拿这个苦来度这班众生这样而已，对我来说有没有苦乐的分别？没有的。说身无我，而说教导众生。记住，这个身是无我的，但是 我要靠这个我去教导众生的，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件我怎么教导众生呢？对不对？ OK。 说身空寂，不说不境寂灭。嗱，要話身空空寂，引眾生發解脱之心，興起解脱求覺悟之念，而不說我要不竟入於寂滅。有冇入於寂滅呢個觀念嘅？唔會生呢個諗啦，因為一切都係幻。說悔先罪，而不說入於過去。
唔行翻轉頭嘅，過咗就算噶啦。犯錯嘅，快啲慚悔罪就算噶啦，唔好追究。總之你識得一錯就改，一錯就改，一錯你唔好追究。我點解會咁衰咧？我點解會咁衰？唔諗呢啲嘢嘅，點解？兩個字嘅啫，係咪因緣啊？咁既然因緣，你唔使解噶，發生咗咪算咯。快啲慚悔先罪，而不說入於過去。哎呀，如果我當時咁就唔使咁差啦。咁唔講呢啲嘢，唔追究，最緊要識解決。以己之疾，民於彼疾。自己遇到有疾病，如果有不種種嘅唔完唔健全，就憫憐他人。有句説話叫咩？同病嘅點啊？相連啊！當惜俗世，無數劫苦。要記住，如果自己有病，就要明白俗世以嚟、累劫以嚟所積集嘅種種惡業招感翻嚟嘅苦難，當念搖益一切眾生。自己嘅苦作為一種動力，去發願搖益將來一切眾生遠離呢種苦。呢啲就係有疾菩薩、大乘菩薩，應該要用咁嘅方法去慰喻有疾菩薩。呢啲有疾菩薩喺行大乘菩薩行嘅過程當中，會唔會出現啊？係咪實會出現嘅呢扎人？咁文殊菩薩，喂，我點問你都答得到，又好似冇病咁，咁我應該點樣？一個大乘菩薩點樣去婉言慰喻啊？一啲有疾菩薩咧，哎，好簡單啫，你咪同佢講有念身無常，但係唔趨向涅槃解脱。念身有苦，但係唔好捨棄呢個身，記住就得噶啦。攞嚟做道具，永遠係道具度眾生。嗱，唔好當真喎，你需要呢個身喎。啊，嗱呢啲咧，當念搖益一切眾生。益所修福，念于净明，勿生忧恼，常气精进。当作医王，疗治众病。他说呢，念完众生之后呢，益所修福，能够益念所修的福德，念于净明，能够时时清净，达到一个清净的念头，呈現出一個人生的壽命當中一個清淨的境地，勿起憂惱，不要對於自己的人生產生悲憂苦惱，常起精進。精進是為化度眾生而精進，不是求覺悟而精進。當覺悟了的人還使不使求覺悟？我未覺悟的人我要求覺悟，我知道一切如幻的話，我不用再求覺悟，我時時在個覺悟的狀態就可以了，不用求的，求不到的。若見諸相非相，就自然見如來。在自然見如來之後，你要你的身體的應化全部就當一個有疾菩薩就可以了。這個身體是不是有疾菩薩來的？對了，哎，我这个什么病？有疾菩萨以什么为病？以慈悲为病，以众生为病，对吗？是不是永远有众生，我就永远有我这种病？我这种病会不会好？没众生没晒病。不是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众生命，不是业尽我此大愿。都無有窮盡，念念相續就無有間斷，身與意業就無有疲厭。咁有疾菩薩就永遠有疾噶啦，佢有疾啫喎，但係冇病噶喎。嚇，呢啲咧就係超級大乘啊，最標準、最完整嘅大乘法啦。嚇，叫佢勿生憂惱，常起精進，當作醫王。療治眾病，因為你久病成醫，能夠通達廣學多聞，能夠成事一諸佛之一法門療效眾生，菩薩應如是慰喻，而
有疾徒疾，令其歡喜。菩薩應該要咁樣去慰喻一啲有疾嘅菩薩，令到佢點啊？好歡喜地繼續無染一切，以此還身，行信一切還眾，隨信一切幻化因緣、幻化願力，嚟到點啊？調伏教化一切同佢有因緣嘅眾生，心生歡喜，啱唔啱啊？係咁樣調伏，深唔深啊？係咪兩個大士見面？知講得到。高手高手高高手，係咪咁解啊？大家講同一個 level 嘅咯，啵啵啵啵啵啵啵。菩薩係唔講解脱嘅喎，因為解脱係咪幻嚟噶？菩薩已得解脱嘅啦，因為係咪早已覺悟嘅啦？既然覺悟咗啦，佢怕唔怕如幻嘅生死啊？所以佢永遠喺如幻嘅生死，佢第一種病嘅啫。嗰種叫咩病啊？慈悲病、眾生病，所以我病啱唔啱？菩薩得一種病嘅啫喎，咁點先冇病啊？眾生冇病，我咪冇病咯，啱唔啱？咁眾生點可以冇病啊？眾生成佛咪冇病咯。你留意一下先咯，所有呢個同《金剛經》所講，諸菩薩摩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我皆令入無緣涅盤而滅道之，係咪全部令佢成佛啊？如是滅道無量無邊無數眾生，實無眾生得滅道者，係咪咁啊？菩薩早已離四相，喺當中幻起悲憫，悲憫就係病嚟嘅，算唔算病？冇病就冇悲憫啦，冇悲憫何來有病咧？係嘛？悲憫本身就係病，係咪假噶？乜假嘅你都做，點解咧？係因為何以故？因為十方諸佛嘅知覺，我嘅知覺，乃至一切眾生嘅知覺本然不同。但點解有唔同呢？因為一切諸佛嘅知覺早已無染三世嘅幻化，我嘅知覺係由染著三世嘅幻化，而家變成唔染三世嘅幻化，啱唔？但係一切眾生嘅知覺係咪仍然染著世間嘅幻化？所以永處生死，因為呢個緣故，我以無盡嘅行願，恆順宇宙虛空的過去、現在、將來一切 世間，能夠恆順一切眾生，能夠令到一切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直至他圓滿成佛，是不是他們都同證如來究竟圓滿涅盤？在當中過去、現在、將來宇宙的一切幻化，我皆直滅隨順發願恆順，是吧？但是心不厭的，這個就是《維摩經》所講的大乘妙法，非常深。好了，今天我們的時間差不多了，我們到此為止，一起起立做個回向先。願以此功德，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